What's up, everybody? 这是 Leo。今天呢，我们在 Utah 的 Ogden 来观看这个越野车大赛 Fat Bike Race。你可以看到这个山路上面还是全是雪。一会儿呢，很多越野车手就会从山的脚下骑到山的上面。让我们来一起感受一下这个越野车大赛的实况吧。Let's go。大家可以看到越野自行车的轮胎都非常的粗，而且呢在冬天的雪地的路面呢轮胎的气儿呢又不能打得太粗。冬天的越野骑行呢面临很多的挑战，有的地方呢冰特别的滑，而有的地方呢因为雪已经化了，所以骑行呢非常的困难，其实就比较挑战骑行人的体力和技术了。